证，行嘞，加济。啊，咱所有咱第十五期的这个这个朋友学员，啊，大家高赞，大家好哈。啊，真欢喜呢，咱今仔日呢，阁有这个机会啊，来个遮呢，甲咱遮的学员，甲咱分享，甲台语文有关系的遮的一挂议题哈。啊，当然，咱呢为这个今年五月二四，而且台文事件，啊，可能为人要记住，为人别记住，我到底五二四台文事件是啥物货？啊，咱等下呢，简单来小解一下哈。啊，咱今仔日就是要讲。整个台语文哈，咱台湾的语文哈，包括着咱原住民的话啊，包括着这个客话，还是讲咱这个台语啊，咱到底未来要哪发展哈？啊，咱目前所遇到的情形是安怎？啊，咱简单来做一个小解甲讨论哈。啊，咱台省呢，咱先针对五二四台文事件啊，我先了解一下哈。针对这件代志，有伫报纸。媒体网络看过的人，请举只手，一我大概先了解一下哈。啊好，啊可能真侪咱乡亲时代可能无讲足了解哈。啊，今日我拄好伫遮呢，借个机会呢，简单来啊说明一下哈。啊，即、這个即、這個、事件后续的即个连续呢，要阁去进行，包括我等下嘛阁甲各位报告啊，昨以及未来今仔日下晡连呢，阁会发生的代志哈。啊，这个五二四的台文事件是安怎呢？啊，是伫这个今年五月二十四哈，啊，这个拄好伫国立台湾文学馆哈，伫台南台湾文学馆呢，啊，遐有办一个百年小说研讨会啦，百年小说研讨会啦。啊，这是这个文建会出钱哈，啊，叫这个文信杂志社因去办呢，啊，为着要庆祝因中华民国一百年啦，啊，啊，伫遐讲。啊，这一百年来呢，台湾小说的发展啊是安怎哈？啊，内底所邀请的这些人呢，哈、啊，来这做单的人，大多数九成以上拢中国人啦。我所讲的中国人就是，话虽然伊徛伫台湾哦，虽然住伫遮哦，不过伊的心无伫遮的，迄种的中国人真济。啊，伊办这个研讨的目的是要创啥？伊就要讲吼，啊，恁台湾其实无文学啦，恁台湾文学吼，拢阮中国人为中国抓来。哦，其实伊个目的就是要安尼啦，所以百年小说研讨会呢，完全就是拢讲遮中国人个文学尔，啊，拢讲中文个文学尔，啊，对着咱在地，哦，包括原住民呢，包括客家，包括即个台语个族群，遮个用伊家己母语书写个遮个，伊拢无要提起，哦，啊，伊是调岗呢，还是袂积极，还是讲伊都毋知呢？我哩以为应该是调岗个成分较悬啦，哦，因为你讲。你若是办一个研讨会的时阵，你对遮研究遮感觉真啊拢唔知影，还是你调工要甲暗藏起来，要暗藏着这段历史，哦，啊，在我的观察，我的推测是当然是调工的啦，哦，啊，伊这个研讨会内底呢，伊其中就邀请到，其中一个是黄春明啦，哈，啊，邀请来遐人，大家拢是咧讲伊的写小说的这个心得啦，吼，写这个小说吼，当初是安怎，比如讲伊叫白先勇来，啊、哦。啊，就讲叫伊讲伊写伊小说的这个心得吼。啊，白先勇呢，各位啊，咱啊乡亲时代可能啦年纪较侪就知影，白先勇就是白崇禧因囝啦，哦、啊，迄、那个白崇禧的这个将军啦，哦、啊，因囝吼。啊，这白崇禧各位，伊是台湾人，是中国人，当然嘛是中国人。哦，所以我拄则讲就讲，因伫讲的讲台湾文学就是拢只中国人的。后代子孙所创造的，拢迄种多难的，拢迄种伫遐伫思念因中国故乡迄种的文学，确实台湾文学啊，伊特别抢迄个台湾文学解说权啊。哦，啊，咱真正正讲在地，咱这客家原住民，还是讲台语的这族群，定根伫咱台湾发展出来文学的，伊拢甲你砍起来，当作无发生过啦。啊，其中呢，伊就找一个，哦，看起来敢是台湾人。黄春明啦，虽然伊是伫宜兰出世的啦吼，毋过呢，看起来是台湾人呢，咁啊，但是伊敢有认为伊是台湾人，即咱等下嘛，佫会详细来介绍吼。哎，黄春明呢，人拢伫讲小说的即个心得，啊，伊就毋啦，伊经啥物地方呢？伊经台语文书写佮教育的商榷，吼、哦，就讲、是、即台语文佮书学佮教育的商榷呢，意思讲吼、
这台语文的写字无有需要教育无？爱搁考虑一下。一开始就用这种足负面的否定的态度，直接要来讲这个问题啊。当然，大家拢在讲小说，伊若无要讲小说，要讲这個呢，你若就事论事，来讨论，咱嘛无意见的。但是呢，伊演讲内容敢有就事论事？完全无啦。伊内容在讲啥？迄天五月二十四，迄天呢，我着准时。这个伊九点开始，我来准时坐伫遐听，听差半点外钟吼。这半点外钟内底呢，伊拢讲啥？各位若有趣味，你来上网站吼，迄电脑拍开吼，网络顶头呢 ，Google 来甲 Google 一下，你来拍这黄春明这个演讲的专题，还是讲你上我的网站拍我这个张伟文三字吼，张吼为什么的为吼文章的文呢？拍张伟文呢，我的网站内底有一个五二四这个事件。念落内底就藏伊个专文吼，就是迄讲演讲个专文内容，各位去看会较详细。咱简单讲啦，伊即半点外钟内底咧讲啥呢？伊一开始，当伊就讲我们中国人我们汉人即、這个当然伊要做中国人，咱嘛尊重伊个选择啦但是伊个演讲内容咧，无应该侮辱着咱台湾人要追求用母语书写，还是讲要争做一个台湾人个尊严？伊伫在咧个。侮辱呢？伊就讲啊吼，即、這个伊就伫遐讲啊，咱台湾人呢，即几年啦，伫遐侮啥物本土化啦，尤其阿扁啊啦，伫遐侮啥物本土化，一边一国啦，一边一国啦。伊当时就讲啊，你看咱台湾人嘛过即肉粽节呢，中国嘛过肉粽节呢，边边拢过肉粽节是安怎？咱都拢中国人啊，是安怎？你着侮辱一边一国？当然。其实食肉粽的嘛，毋是干呐台湾、中国尔，咱越南嘛有食肉粽嘞，韩国嘛有食肉粽嘞，嘛有端午节啦，咱南讲讲共国的，反正伊就伫遐用种五四三伫遐乌白转嘞，当然这嘛阁无要紧啦，反正咱的言论自由嘛，你有你的想法，你会当你的讲法，但是呢，伊就阁进一步啊，伊就用假学术真正的打压呢，也公然来侮辱即个。做台湾母语运动的人咧，伊大声就讲啊，这个闽南语吼，这客语，这种方言尔啦，这个方言尔咧，这个方言呢，这个店主讲就好啊，你就无需要教，无需要教，伊佫具体佫讲，有一届咧，伊去高雄咧，一间国校啊参观吼，伊看到因即摆足济，即摆学校国小，一礼拜一节课是这个本土语文，你要教台语也会使，教客语也会使，要教原住民话也会使吼。伊就讲，伊去高雄县的某一个学校呢，看到伊学校有迄个精进的布置呢，后台语后客语后原住民，讲哇足花啦，乱七八糟啦，讲迄造成即个学生的负担啦，所以伊就反对啊。伊就讲，咱都拢学中文就好啊嘛，无需要即母语的店主讲就好啊，自然就会生传落去啊咧。过来，伊愈讲就愈激动啊呢，伊就开始伫遐批评讲，即母台语文的吼。一个是这个电梁伟啦，一个安伟人啦，因这的人呢，不管什么台语文啊，写台语文给他看拢无啊，讲这不伦不类啦，真正就用不伦不类安尼啦，伊就古，听伊在骂人的时阵呢，伊嘛对着这个摄影机讲，讲我知道你们在录影吼，没有关系，伊就开始在骂人的，当然讲到这个时候我就挡袂掉啊，我讲你会当有无同的言论自由，我尊重你，但是呢。阮台湾人要坚持用母语来写作，要坚持要甲家己的母语顾起来，要顾着咱台湾人的尊严，要顾着咱台湾人的母语的尊严的时阵呢，你选择做中国迄领导的代志啊，你哪来讲侮辱？佮是见面道声讲骂安伟人，骂即个当着迄个骂即个陈良伟，所以当然即个时我着挡袂掉吼，我着摕海报，像安尼吼，我着摕海报起来。甲抗议，我摕海报起，我嘛无甲阻碍伊发言呢，我敢点点安尼摕起来尔，我表示我无共个声，你会当讲，我嘛会使讲啊，我也无甲抢麦克啊，我着用海报，我用双语，有中文，佮有台语，中文我也写讲吼，台湾作家不用台湾语文，却用中国语创作，可耻，另外一个台语我也写讲，台湾作家爱用台湾语文创作，我用双语安尼，咱这我着穿安尼吼，伫遐。压起，我嘛无甲阻碍啊！当然，伊看到了，
很不爽啦、哦啊、当然因为他台语看不啦，他只看中文而已啦、哦啊、所以一般后来这个报纸在报报说吼，我都用中文抗议、啊、其实我是有中文也有台语的吼、哦、啊他就后来他当然真的生气这样就摔麦克啊、哦、啊就冲来要给他打、哦、啊再来又给他叫啊、哦、啊叫又不是用台语叫，是用北京话叫、哦哦，用北京话叫五二斤啊！哦，啊，这吼、哦、咱，我想我也不爱去放啊啦吼，无遐录音我拢录起来，我拢录音起来。各位若有兴趣上网落去 YouTube 都拢有啊，各位当去听吼、哦。啊，咱卖踮遐放，卖伫遐教歹囡仔大细吼、哦。啊，这个，伊就包括咱拄则讲个，伊遐讲啊，咧舞台剧拢不伦不类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然后因为我甲控伊，了甲叫啊，哦，啊，佮甚至冲来要甲拍，啊，像这边啊工作人员，这红衫军呢？穿红衫的这呢，哦，因家己自称红衫军，这我无甲冤枉哦。因着冲过来要抢我的海报啊，哦，亲像土匪共款啊。因有言论自由，啊，我煞无言论自由啊，煞限制我的自由。因有举麦克呢，我无麦克呢，哦，我也无干扰伊呢，竟然讲要来甲抢我的海报啊。哦，啊，当然这是阮另外一个同志呢，嘛伫边啊，伊在斗声。另外像这呢，黄春明尾啊呢，伊阁甲衫脱掉。哦，本来伊有穿西装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尾仔拢甲脱掉，穿一领内领裤啦，哦，啊，敢若袂做电工伊外用安尼呢？伊无想讲伊七十几岁安尼，我才四十岁尔呢。啊，若正敢要拍，送个赢，送个输吼，佫真歹讲呢。哦，当然咱毋是要甲伊相拍啦，只是讲吼、哦，奇怪呢，作为一个自称讲伊是文学大师，家己讲是文学大师的人，袂堪即人家突破伊个家规啦，哦，啊，家规互突破了着。见笑登上去啊，就冲来要共拍呢。哦，啊，即讲伊咧最近讲拢咧巡回演讲咧讲儿童文学，咧讲囡仔教育啦。奇怪呢，要招人相拍，要共扯干交的，讲即讲要做儿童文学啦。我嘛真嗨呢。哦，伊就冲来你看，就甲甚至个比中指呢，啊个冲来要甲拍。哦，哎、欸，啊，当然即迄个都来看吼、哦。啊，即、這个即件代志了呢。啊，当然，这个媒体就刊出来，尤其这个某一个这个中国派的报纸，甲刊甲头版啦吼。啊，当然拢甲骂我啦，讲啥物我一时就甲抗议啦，无尊重人啊啥。无影，我是伫遐听半点外钟咧，听甲袂动，伊伫遐记名倒势讲批评安尼。哦，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报纸呢，甚至佫作恶一个，佫讲吼。啊！人黄春明伫遐咧讲伊个小说，啊，我是着共闹场。奇怪呢，甚至呢，即主办、迄承办单位本身呢，因有一个网站吼，因、哦、个网站顶头呢，伊煞当篡改题目啦。各位拄只遐相片拢有证据嘛？伊是来讲台语文个啊，去因篡改题目讲吼，伊改做啥呢？伊了讲伊是浅读伊个小说啦，意思讲啊，黄春明人迄工是伫遐讲伊个小说啦，啊，我上个问是着共闹场啦，伊共篡改只。啊、好佳哉！我发现到伊网站，我当翕相起来做证据。啊，尾仔阮有甲这资料摕予立委去甲质询，伊才讲啊，无啦，迄藏唔到伊。哦，足够歪呢，足够拗的呢，讲迄藏唔到伊啦，才怪怪。啊，过来，伊这网站顶头呢，这政府开几啊百万呢，文件会开几啊百万呢？因有一个网站是现场转播的，就是迄个研讨会呢。所有遐作家的演讲的内容，拢有现场转播，你到即马阁当去点来听。独独着敢黄春明即场，伊毋敢放互听。吼、哦，伊毋敢放互听咧，剩咧另外，你要听白先勇的，啊听其他的，拢阁有哦。啊，为啥物别迄个黄春明即场毋敢放互听？那照即、這个即中国媒体吼，伫遐报讲，我一开始就是讲乱啦。那安尼照讲是我无理，我怎会问无理呢？啊，应该公布录音带，公布即录音带。有人评理嘛，评看讲是到底啥物人较无理啊，哦，啊看啥物人来伫讲的话无内容，较无道理嘛。结果伊毋敢呢，啊立委甲质询讲，伊还是安怎恁独独着干黄春明即场的演讲吼，毋敢互看。伊讲吼，无啦，迄毋是我毋敢互看，迄是黄春明都无授权呐。吼、哦，啊嘛做啥个拗呢？迄黄春明明明都有讲，我录音嘛拢有录着，就讲我知道你们在录影没有关系，哦，啊竟然则事后讲。哎、欸，伊无授权呐，哦，真嗨呢，这主办单真嗨呢，啊，所以今仔日下晡，拄好今仔日下晡，我等下演讲说爱随赶转来台南，因为听讲呢，黄春明下晡阁要来台南嘛，同款的所在，所以呢，我要来甲问看卖呢，我要来互伊授权，
讲你敢收关无？哦，问看卖，哦，你遐录音带敢收关，互人看卖无？啊，过来，我要送一邀请函互伊，要邀请伊来甲我辩论啦。哦，迄当时，即件代志了，阮就随公开，阮嘛开记者，阮就公开甲邀请讲，伊若认为我讲的无道理，啊，无咱两个来辩论嘛。伊若认为伊讲的较有道理，哦，台语文像伊讲安尼，遐无价值，遐不伦不类。啊，无咱来辩论，时间素材巧，啊，我拢奉陪。甚至呢，我一个人对黄春明甲陈鸿明，陈鸿明我等下嘛阁会补充。我一个人认为两个，啊，咱来公开辩论，啊，咱同款咯，爱网络现场转播，互社会大众来评分，哦，系人会当随点啊，随传简讯来拍分数，看啥物人讲了较有道理。结果伊拢唔敢，拢闭起来啦，敢若闭喺报纸后边吼，才伫遐写文章甲骂尔啦，哦。啊，这就是黄春明啦，讲什么文学大师啦，哦，啊，咱过来吼，啊，这个黄春明这件代志了呢，哦，啊，当然这个报纸报到真大啦，吼，啊，报到真大，先当然报纸这个中国媒体呢，伊就去采访这个陈鸿明啦，啊，陈鸿明是啥物？哎，咱先这个做一下调查一下，听过陈鸿明啊，知影加减啊知影陈鸿明的人，请一下手一下，我想看各位，哦好啊。无几个知吼，安嘛好啦，啊，即个人无需要先过他甲熟悉吼。陈鸿明咧，咱简单介绍一下啦吼，因即嘛拄好涨，应该今仔日各位看报纸就会出来啊，吼，今仔我看足侪报纸嘛阁出来吼，因为涨嘛是，阁来阮台湾文学馆，港馆迄个所在来遐演讲，啊，我嘛迄个质疑、迄个质询啦，啊，我问题拢唔敢应，啊，我甲问啥、讲啥，我等下阁补充一下。咱先讲迄天吼，即、這个。就黄春明迄件代志了呢，啊，报纸就甲采访啊，哦，啊，这个陈鸿明，先我补充一下，拄则袂记讲，伊即卖是政治大学台湾文学所的所长，啊，咱拢嘛知影政治大学是啥物背景的，哦，啊，讲大家拢知嘛，啊，伊就迄某某栋的，顶是栋校嘛，哦，非常难的一个大学就对，啊，伊是迄个台湾文学所的所长啦，哦。啊！即个报纸就去甲采访啊，就问伊个意见啊，针对蒋渭文控伊黄春明这件代志，伊个意见是安怎呢？伊就讲啊吼，我甲摘要起来吼，伊伫报纸顶头讲个言论，超四大点啊。第一，伊讲吼，啊，台语迄无文学啦，哦，讲台语迄个无文学啦。啊，伊讲台语无文学即句话吼，伊这毋是第一个讲呢，已经二十当前吼。我迄当时要大学，1990年代，我要读大学。我伫迄当时我读淡江大学机械系吼，我本来读机械系，啊尾啊研究所较转读语言学，就是要研究台语吼，才转学。啊，我大学时我就租一个台语社，啊，迄当时咱台湾拄改无偌久啦，哦，啊，迄当时我伫校我就租一个台语社吼，啊，迄当时陈鸿明拄为美国转来，啊，啊，迄当时伊接民进党的文宣部的主任。啊，当然，伊是读历史的，对台湾史嘛真内行，所以当时阮学生是嘛邀请伊来南港大学演讲吼，针对台湾文学、台湾历史来做演讲，对啊。啊，迄当时呢，我要真清楚啦吼，陈鸿明迄当时，因为伊迄当时也是民进党的咧吼，啊，伊当然，伊就认为这个，伊就伫遐强烈批判中国国民党啊，讲这都外来政权嘛，伊嘛批判中华民国，讲这外来政权啊。你糟蹋咱台湾人啊！啊，伊认为台湾人得爱觉醒，吼、哦，爱觉醒，家己是台湾人，唔通阁做中国人。伊家己嘛讲，伊少年时阵先懵懂，伊当时认为家己是中国人，但是伊去甲美国读册时阵，才伫美国个图书馆，吼、哦，看到足侪禁册，才看到真正个台湾是啥物情形。伊尾仔才恍然大悟，才觉悟做台湾人，啊、哦，啊，所以伊少年时是中国人，尾仔出国去了才变台湾人。啊，所以回来的时阵，迄当时伫民进党遐做文宣部的主任吼。啊，伫迄场演讲内底时呢，当然伊讲到台湾史是真赞啦吼。啊，讲啊，即个台湾受到外来统治几啊百冬，啊，国民党即嘛是外来统治呢。啊，伊嘛咧批判即个余光中啦吼。余光中迄个嘛是中国人啊，吼，啊，着住伫高雄啊，啊，但是伊着。都较早的时候，啊，即咱等下补充讲伊公中吼，啊，反正伊了咧批判伊公中，讲伊呢，伊都无认同台湾，吼，拢伫遐原乡，吼，拢伫遐想中共，尔认同台湾，伫遐批判伊吼。啊，即我拢甲记条条，但是呢，二十当后，
规个拢变啊，安怎变？哦，包括昨呢，陈鸿明伊过来台湾文化馆演讲的时阵，伊嘛是咧吼、哦、消费台湾意识，伊伫遐讲哦，二三十当前，迄当时去海外觉醒啦，啊对抗国民党啦，讲到家己那袂输，讲吼啊，做台湾人诶，吼、哦、啊安怎诶？结果呢，伫两千年以后，特别是两千空袭以后，阿扁也开始落水迄站呢，规个反应啦，安怎反应呢？当然，咱毋是讲阿扁啊，着一定好，还是一定歹吼、哦。但是呢，诶、欸，看下来阿扁啊落水了呢，可能着无年水通好啉，还是安怎呢？伊开始着伫遐变色啊呢，变安怎呢？哦。就开始讲啊，即摆政治环境无同啊啦，哎，国民党迄已经毋是外来政权啊，中华民国迄毋是外来政权啊啦，哦，啊，过来伊伫两千零八年的时阵呢，竟然政大大门啊所呢颁发一个英武博士，互啥物人恁知无？哦，伊光中，当初是伊批判讲无台湾意识、无认同台湾的，竟然伊即摆用台湾文学所呢颁发即个英武博士互伊，哦，这相片为证。啊！迄当时两千零八年的时候，政大颁发这个英武博士予伊，然后伊伫遐铺上呢，就拢铺伊光中，啊，搁伫遐铺白先勇，拢只中国作家啦。啊，有倒一个台湾作家有学落到的无？我看算无呢。伊的目睭内拢干中国作家尔，拢认为台湾就是中国作家创造的。啊，台湾作家伫底？伊的目睭内无啦。伊的目睭内台湾作家可能就干伊家己，啊，无就黄春明这种型的啦。啊！伊即、這个，咱拄则讲到，我大学时阵邀请伊来演讲，哦，二十当前的演讲，我记甲足清楚，我拢录音带，哦，因为迄当时我做社长，我拢逐场拢录音，哦，到较近呢，规个拢改变，敢一项无变，倒一项无变。二十当前，伊来阮淡江演讲的时阵，伊讲吼，我咧甲问着讲台湾文学爱安怎发展，母语是毋是咱创造台湾文学？伊讲。台语无文学，台湾文学无法度用母语书写。咦，迄我甲记条条，陈鸿明就是安尼讲，二十当前就安尼讲，到我即摆嘛是安尼讲，所以伊当都会变，干那即条无变，无变的就讲啊台湾文学吼无法度用母语书写，哦，真侥幸嘞，这叫台湾文学所的所长啊，这是来请鬼提药单嘞。伊讲台语无文学，咱等下要接，我来讲一段历史，台语有文学无？客语嘛文学，原住民嘛文学，他会讲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都拢无文学。伊目睭内敢若有中文尔，伊认为台湾文学的确爱用中文来创作尔。哦，第二点，伊伫报纸顶头来批评，讲只无台语的吼，无母语文学的呢，拢是沙文主义啦，拢是台语霸权啦。哦，即嘛足严重的指控呢。咱台湾的本土语文。台语也好，原住民也好，客家也好，咱是亲像咧土匪，甲咱拍倒在上呢，咱是受伤，趴伫涂骹呢。啊，咱是哦，顶力起来，甲遐土匪甲扇一下嘴巴尔。伊讲哦，咱暴力啦。这土匪举刀举枪伫遐共抬，拢无要指责这个土匪。讲咱这善良人，哦，咱这互欺负的人，甲扇一下嘴巴，讲咱使用暴力啦。这就是单方面伊个想法啦。啊，是安尼安尼。啊，人因为即摆就是已经变啊嘛，变少量已经变啊嘛，所以你甲咱话讲，咱是霸权嘞。咱弱势者是要哪共霸权啊？哦，你互拍倒伫涂骹啦，你是要哪去共欺负啦？哦，第三，伊讲吼，恁这主张本土语文的呢，你这窄化台湾文化，讲恁无要接受中文，恁来窄化台湾文化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嘛真嗨嘞！是安怎用本土语文就会窄化台湾文化？哦，啊，若安尼，伊若遐搞无，你就用英语写嘛。用英语写，就全世界人拢看有。搞伊就用英语写啊。你叫用英语写，伊阁无爱咧。伊讲迄毋是咱的语言。啊，若安中文敢着咱的语言？哦，咱的语言应该是本土的台语、客语、甲原住民语啊。哦，啊，你为啥要用中文？哦，啊，伊就伫遐讲，哇，你这窄化台湾文化。过来，伊讲吼，啊，你啊，大家拢用家己的母语呢，迄无沟通的平台，讲吼，啊，你会变鸡同鸭讲，啊，那安尼嘛足奇怪，啊，那咱爱讲 ，we have to speak English，
You know, because if you speak English, so everyone can understand. 你得讲英语啊，啊，全世界拢听有啊。恁敢能接受一？无啊，但应该是因地制宜，应该有伊文化的生态平衡嘛。这咱等下阁详细讲吼。大概就这四点啦，哦，啊，当然呢，就听了足生气啊咧。所以呢，昨伊过来这个文学馆的时候，阮就阁一群人，迄个呛声咧，哦，要叫伊交代清楚啊，讲阮是倒一点霸权。是你华语较霸权，还是阮本土语文较霸权？哦，咱来这个针对迄部分吼，我想我先来补充解说一下吼。伊讲咧霸权这部分呢，哎，咱即下先来看一下吼。伊讲吼，咱这母语人足霸权。啊，我来讲，好啦，安尼啦，咱卖烧麦嘛，卖烧正，无咱就用具体数字，哦，来检验看嘛，啊，咱几几啊例啦，吼、哦，第一例我就是讲，咱来统计，为小学甲大学呢，华语课、台语课，哦，本土语言的课，啊，像英语课呢，大概占偌济时数，啊，咱来比较一下，我统计出来吼、哦，你啊为小学甲大学呢，一平均一礼拜。差不多几节的华语，就是所谓的国语课啊，北京话课啊，差不多17节加二啊4节啦。伫小学差不多5节至6节啊，啊，即个中诶国中咧差不多4节加5节，啊，高中差不多4节加7节，伊有一个单性的空间哈、啊。甚至个大学哦，你像阮成大阁要求啊4个学分哦，啊，外校较要求爱阁6个学分哦。平均册呢，一礼拜呢，华语课差不多17至24哈。啊啊，英语呢？英语嘛有12至16，一礼拜嘛有12点钟至16点钟。啊，本土语文几节课？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，惨惨难难的，一礼拜一节课尔。而且敢若国校有尔，你若读国中、高中以后就无半节啦，甲大学嘛拢无啦。咱用华语准20节好啊，平均20节。啊，台语本土语文才1节啦，20比1呢？迄等于啥？人华语吼。一天照三顿拢食白费，食到粗饱，哦，食到足饱的。啊，咱本土语文是一礼拜才食一顿，还阁是食暗暝啊尔。安尼敢会活？安尼讲咱霸权呐，讲咱霸权呢。哦，啊，这实在是差较恶人呢。啊，过来咱来看，这个你啊看政大台湾文学所啦，因政大台湾遐偌恶真呢。咱来看吼，因的课程内底无半节甲台湾语文有关系，拢干那华语课尔。唔信各位，你咱上网站去甲查，看我有甲冤枉啊无？过来，因的入学课、入学考、研究所，因有硕士班甲博士班。因的入学课爱考啥？咱甲检验一下，政大台湾所爱考国文呐，爱考英文，啊，过来爱考一个中国文学史啦。有5科，拢总5科，其中3科是国文、英文甲中国文学史。各位啊，考台湾文学史，讲着爱去考中国文呢，啊，甚至爱去中国文学史呢。即个敢若袂输讲吼，你要考英文史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无要考莎士比亚，伊讲你爱考中国文学史，啊，佮爱考中国文。夭寿啊！你是读中国话，还是读英文？啊，大文数就安尼呢。啊，过来咱佮看，伊的即、這个。毕业的语文的要求，吼、哦，就是你要硕士博士毕业吼，又要求语文，伊要求啥？第一英文，吼、哦，英文好啦，啊，就讲因为咱即摆要国际化，所以英文，吼、哦，过来伊要求啥？第二个外语，就是英文以外，其他的外语，你要日本话、德国话拢无要紧，但是袂使台湾话，台湾语文伊无列入毕业的要求。各位啊，爱是读英文系，还是读中文系，还是读啥物系？啊，这讲是台湾文学所呢，哦，啊讲，啊我甲因呛讲吼，恁政大安尼是华语的霸权，伊讲吼无，因是较多元，啊讲阮这呢主张有本土的足侪项的，讲恁那是较是霸权，哎、欸，这真啊话拢倒头病的，白白薄要共恁家乌呢，哪有人安尼，哦，啊阮唔呐讲本土的语文，甚至我伫成大我嘛阁有开这个越南话课呢，我嘛。开这个台湾文学甲越南文学的比较呢，哦，啊，结果因完全拢无啦，甲华语尔，
啊，讲咱这较多元的，互人有选到的，讲咱是百官啊。啊，伊迄吼无互选到的，敢若华语尔，讲伊安尼较多元呐，真嗨呢。啊，讲即个人即种想法，讲会当读较博士，无啦，伊博士读无着啦，哦，伊博士无读完哦，佫会当做较教授啦。啊，这教授毋知安怎退掉呢？我嘛真怀疑呢，是因为我对某某动起，啊，着升较紧，还是安怎？真嗨呢，真嗨呢，哦。所以昨昏伊来即个文学馆的时候，我嘛甲呛声，我着分传单。我讲吼，你爱学习一个啊莫那鲁道的反恐的精神呐、啊。哦，伊昨昏呢，哦，在底下讲哦，俄罗即个塞德克巴莱翕了真好啦、啊，哦，诶、欸，我讲啊，真好的时候，你着爱学习人莫那鲁道反恐的精神呐、啊。哦，你安尼伫遐侮辱台湾人的母语，也侮辱台湾语文，你安尼敢对得起咱台湾人的祖先？啊！你叫人在放弃母语，来去接受中文，安那敢对？你若个人要选择，迄是你个人代志啊！哦，啊，这就是因政代的一个啊，咱用这具体的例，互各位看就知影吼、哦。好啊，接下来呢，咱就针对这台语到底有文学啊，无文学这部分呢，咱来做一个介绍吼。哦啊，其实呢，当然可能真侪人会唔知影啦，啊，包括我读大学以前，舞台剧以前，我嘛想讲台剧是要哪写，台剧可能无法度写，啊嘛可能无文学，但迄是我大学的时阵，但自从我舞这个台剧写了，我讲哎，唔是安尼呢，咱以前的历史唔是安尼呢，台湾话、台湾语文，伊的书写、白话书写历史是比中国五四运动佫较早呢，啊。咱来看卖呢，咱先简单讲原住民的就好啦。原住民伫十七世纪就有书面语言呢，迄当时阁有圣经、马太福音呢，啊、哦，用希腊语的话，啊、哦，就有安尼。啊、哦，虽然讲后来因为失传，因为着断种去嘛，受着外来的这个殖民统治，这个语言都断种去。但是呢，你若讲着台语的部分，啊，像客家部分嘛，拢有一寡文献啦。咱即来以台语来做例啦，吼、哦。比如讲用汉字的即个台语的写法嘛有啊，哦，传统的即个歌词的写法，即、這个汉字书写，啊，即嘛有啊，即伫台湾嘛用几百冬的啊，啊、哦，特别是日本时代的时嘛足济，哦，啊，过来用罗马字来书写，佫较济。譬如讲，咱即摆介绍台湾第一份的报纸《台湾府城教会报》。1885年出版的这份报纸，到今嘛还搁咧发行咧。这台湾上早第一份报纸呢，哎，这是用啥？啊，台，你看各位会当看嘛，讲台湾府城教会报，全部拢用台语白话书写的。啊，啊，过来，有的人讲吼，啊，这个报纸这都，这是拢甲教会有关系尔？啊，这甲咱一般人有啥物关系？有哦，真有关系哦。你若就欧洲啦，哦，欧洲，我想，譬如讲灰姑娘啦，啊像白雪公主啦，哦，还是讲这个麦花兰花查某囡仔啦，像这囡仔故事，我想真侪拢知影啦，哦，这为欧洲来的嘛，为德国、为丹麦这来的嘛，哦，按这的因这的囡仔故事是安怎形成的？啊，为什么会形成这？这得讲到这个宗教改革，哦。中古世纪的欧洲呢，迄当时，因是用拉丁文啊。因迄个教会的时阵呢，因在用拉丁文来读圣经。但是一般人伊唔捌，一般人伊免拉丁话，免拉丁文，啊，拢是爱透过啥？透过遐神父啦，透过遐神职人员呢，伊捌拉丁话的人、拉丁文的人，伊就读圣经，读了才该翻译一般的百姓来听。啊，啊，安尼呢，一个故料呢。常常发生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即神职人员伊翻译的时阵哦，有当时啊可能是伊甲读无透啦，乌白翻啦，啊嘛有可能伊是乌白调工的啦，乌白转啦，哦，歪带有即个上帝意思。所以迄当时呢，马丁路德呢，伊就提出讲，按宗教改革，宗教改革就是讲做法呢，啊、哦，其中一个做法就是讲，爱护一般的信徒、哦、会友呢，会当家己去读圣经。
无需要透过这神职人员哦，伫遐歪错，伫遐翻译，会当直接读圣经，会当直接甲上帝直接啊。所以呢，马丁路德呢，伊就甲拉丁文的圣经甲翻译做德国话。伫迄以前啊，德国话要哪写嘛，无人会晓呢。英语要哪写嘛，无人知啦。意大利话要哪写嘛，无人知啊。因为过去古早欧洲就是拢用拉丁文嘛。尾啊呢，伊就甲翻译做白话圣经，用德国话。啊，伊就主张讲爱用白话，用平时一般人伫讲的话，啊、哦，用即个母语来翻译圣经。所以尾啊，伊即个主张呢，得到真侪人的欢迎。意大利人、英国人、法国人，因都拢开始甲拉丁文的即个圣经翻译做因当地的语言。所以当地的人呢，因去教会安尼来开始学会晓读、会晓写。譬如讲德国人呢。啊！伊遐教会时阵，伊就学讲，咱德国话要哪读，要哪写，伊就学起来嘛。啊，学起来了呢，华人呢，伊就去做采集的工课啊。伊就讲哦，咱较早做一个囡仔歌啊，还是讲有这囡仔歌啦，还是讲有这民间故事啦，啊，咱就甲记录起来嘛。伊古早咱唔知影要哪记啊，啊，即卖咱有这个工具，就甲记起来。记起来了，伊就会当出版，啊，出版就当点好教，啊，好教的时阵一代传一代，伊就讲哦，啊，咱拢唱同款的歌。听同款的民间故事，听同款的囡仔讲，开始就德国人的意识啊，啊，同款意大利人，伊就安尼开始就意大利人的意识，英国人就开始英国人的意识，所以伊迄民族意识大大形成，迄、国民的文学嘛慢慢啊形成，所以近代欧洲的这个国民文学是安尼形成的呢，是因为地方在地遐母语开始文字化，开始写作，啊，遮个民间故事。去采集了呢，啊，一般人读读的了呢，若灾情较好个呢，伊就用这做背底，开始去创作，做新的创作，去写诗、写散文、写小说，开始去有新的创作。所以因新的这个现代文学是安尼形成的。所以你若讲到欧洲的现代文学，拢是安尼形成的呀，拢是甲这个圣经有关的。啊，因为圣经就是迄当时因开始用白话来咧书写。啊，这就是欧洲文艺复兴的由来啊！文艺复兴就是安尼大大兴起来啊。所以你啊看台湾嘛，同款呢。迄当时虽然讲一开始是教会，不过譬如讲我个人，我嘛不是教会会友呢，我嘛不是基督教，嘛不是天主教的呢。但是我嘛是有滴用啊。甚至我看到这资料，我嘛真感动啊。咱即摆来举一下例啦，吼，即份报纸甲一般人、甲台湾文学、甲台湾历史有关系啊无？咱也斟酌去甲研究，有真侪关系哦。譬如讲吼，伫这份报纸内底呢，咱就甲发现，1886年，有一篇台湾会使讲是上早，目前发现到上早白话的小说、白话小说。过去呢，咱也读个历史的时，以前，中华民国拢敢若甲咱教中国历史尔，啊，拢讲到中国吼。白话文五四运动，1919年，1919年白话文运动。其实咱伫白话文伫中国文运动以前，咱着用白话文去创造文学安尼。譬如讲，这1886年白话小说叫做《日本的怪书》，日本的怪事情。这个完全拢是用白话来书写。这个小说伫讲啥呢？伊就讲有一个人呢，去住伫个客栈客店啊，伊遐是伊着交代即个头家呢，讲吼，头家啊，你明仔载甲叫起床，我有代志，爱去办呢，你甲morning call者，即个头家着甲应讲好咧，当然过当工透早时间一日到呢，伊着要甲叫起床，古早也无电话啦，你无多用电话呢，所以着去弄门。即个头家要甲弄门的时阵呢，拄好行到门口，位窗仔边影过呢，着发现着，即个人伫困吼。真奇怪呢，这盖的被单有吐这狐狸的尾流出来，伊就感觉真奇怪，为啥这个人有狐狸的尾流？伊本来是无啥敢弄门去，尾啊，要是提出勇气，就哭哭弄门去边个，去边了就讲话就会错啊，这个人去看到这个头家会错咧，问头家你是安怎哦，还是安怎皮皮错？当然这个头家本来嘛无啥敢讲，尾啊，要是提出勇气就讲，到我拄则要翕的时阵吼，看到你有狐狸的尾流啦。你到底是人还是狐狸精？当然，这个人客看到司机泄漏啊，只有甲承认啊，讲无唔对。
我是山顶来狐狸精哦，啊，我即届都有代志要来办理哦，啊，所以才即个入城来哦，安尼啦，拜托啊，你毋通甲人讲啦哦，你才帮我保守即个秘密，啊，你若帮我保守即个秘密呢，我会甲你报答，啊，要哪报答？就讲吼，你若摕十块银去庙里添香香遐吼，甲藏咧呢，过当讲吼你变20块，啊，你若藏20块，过当讲吼你变40块，用安尼甲你报答，啊，即、這个。头家一开始听伊安尼讲啊，本来是讲哪有可能嘞，不哩过伊也是想讲啊，无蒙起好啊啦，所以就真啊摕10块去挑明乡啊坑嘞。啊，过灯光是变偌济，变20，啊，伊做20个坑，过灯光佫是变40，哦，伊想啊，这真正，这狐狸精要甲报答哦，我只要甲这秘密甲保守掉，莫讲出来，啊，就当继续赚钱。不哩过伊想讲哦，10块、20、40变成万啦。啊无吼，藏较济，藏1000块啊，所以伊就藏1000块落呢。过当天是变偌济？照讲爱2000呢，啊是安怎来拢无去？哟奇怪啊，2000来无去，啊无讲啊，佮藏一届，佮藏1000块，过当天嘛佮无去。啊，尾啊伊较精精神啊，清醒啊来讲啊，原来又拄着诈骗集团啊，伊又变身啊骗人，根本就毋是啥物狐狸精啊。哦，啊这是啥？百外当前诈骗集团的故事啦，而且骗人唔通小贪啦，哦，啊你啊看，一百外当前，咱的祖先就甲咱讲啊咧，唔通小贪咧，叫咱台湾人嘛是要真无清醒，休困吼，休困吼，好，台湾人嘛是真无清醒咧，哦，到到今嘛是遐侪诈骗集团，我们骗钱、骗选票，哦，拢要有，哦，啊所以你看，这完全白话的小说，1886年就有啊，过来。咱拄只讲到，啊，这个欧洲的这个囡仔故事《格林童话》，还是安徒生童话，迄当时嘛有一挂翻译的呢。像讲这篇1915年翻译的这个台语版的《灰姑娘》，啊，伊名叫做土炭，哦，因灰姑娘到底卖土炭，哦，所以甲灰姑娘甲翻作土炭，哦，所以你啊看，迄当时咱甲欧洲甲世界文学，就拢有滴联系啊呢。咱对外国的文学都拢有加减有翻译，有滴小改安尼。啊，这拢是外国以前，拢伫五四运动以前，咱都伫做这工课安尼。哦，啊，佮像这1926年，哦，规篇的小说，哦，定起盘来出四线，规本的台语的小说，哦，啊，像这10项关键蔡培慧写的文化评论的册，1925年。啊，像这几本伊个内容是用罗马语写吼，啊，除了文化评论小说之外，医学个嘛有呢，内外科看护学、内外科看护学，这1917年戴荫修医生所写个内外科看护学，你看中国搁伫遐植物作业时，咱咧用白话来咧从事医疗、医护这方面教育呢，啊，搁来数学课本嘛有，1897年必选个初学。哦，即用台语来教你算术，哦，教你安怎教安怎减安怎补，哦，啊，啊，咱拄则看迄是古早一百当前诶，啊，近代有无？近代嘛有呢。你像讲台文通讯、台文网报，哦，海岸台语文学杂志，哦，还是讲台文战线，是讲首都时报，哦，还是讲即个客语嘛有呢，哦，客台语还是讲文学客家，等等，为古早较近。拢有呢，啊，只是讲为什么一般大多数人唔知呀？因为咱无母语的教育啊，咱过去的教育拢是中国化的教育嘛，无台湾的教育嘛。咱过去的教育是要叫咱放袂，其实咱是台湾人啊，拢干呐要叫咱做中国人尔。所以伊就无爱予咱遮教育啊。啊，结果事实是有呢，但是呢，单方面身为一个台湾文学所的所长，伊敢真正唔知影遮物件，还是天生？要配合统治者来伫侮辱台湾人，只有各位家己去判断。啊，无咱先讲到这，休困一下，啊，咱等下再继续。起立，立正，行礼，休困10分钟。